谈谈千年史，聊聊财经史，财经史记和大家一起从历史角度解读财富密码。大家都知道这个军事演习啊，经常都是讲红蓝对抗啊、哦，红蓝之间呢，在我们的概念中啊，是代表不同集团啊、或者不团的组织啊、他们的一种竞争也好，对抗也好，或者征战也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谈谈红蓝对抗啊、这是我们的题目啊、这个红蓝对抗啊、题目的背景呢啊、这个是国外知名的游戏公司啊，他们是一种竞技的这种游戏啊，强调对抗非常的这种竞争非常激烈啊。万米哥今天为什么跟他谈这个题目啊？这个上个礼拜啊是中国共产党啊成立100周年纪念啊，7月1号。在这个7月1号之前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讲啊，7月1号也许会有庆祝行情啊，就是那天的中国的 A 股啊，应该啊都会一片红彤彤啊，但结果呢，令人失望啊，一片绿油油。那万明哥啊之前就讲过啊，其实啊，按照中国共产党现在在中国的施政成果的话，根本不需要透过股市啊来替他增光添彩啊，因为不管在扶贫、在抗疫或者在提高老百姓的生活素质方面啊，这个我们国家这几年啊改革开放啊以来获得了巨大的这种成就啊，金融市场的改革啊非一朝一日啊，看的是百年大计啊，就是党庆这天其实要不要涨一点都不重要啊，再加上啊现在啊中国所处的状态啊真的也不需要营造这种所谓的庆祝行情啊。那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跟万明哥预料的结果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牵涉到啊这个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体制国家啊，他对金融市场的处理态度啊，跟我们所谓强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国家啊是有态度上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呢，见仁见智啊。但是呢，万明哥认为，最后大家一定啊，可以从啊红蓝之间的啊较劲啊，得到一定的经验。我们来看看啊，万明哥啊是跟大家分享了一篇最新的新闻啊，就是上个月6月29号啊，巴菲特跟他的老搭档芒格啊，97岁了。马上就要变成百岁人瑞了啊！我希望芒格老先生呢、能够注意身体保养啊。如果真的投资界有一位百岁人瑞的话，那也是一段佳话啊。这两位投资大师啊，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啊，讲了许多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话。那同时呢，啊，也提到了中国。这个词汇现在在美国啊，不管啊，碰到任何事情啊，特别在新闻媒体上啊，总要把中国拿起来说事啊。但有的人呢，能够比较客观的啊提出他的看法，但也有人呢啊，希望有一些极端的话题啊，来增加两边的摩擦。那芒格跟巴菲特啊，这一次的这个专访，其实在美国的金融圈里头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啊。为什么呢？这两位先生呢、其实啊，对于现在美国金融的市场的这种气氛啊，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啊。不管是巴菲特还是芒格，都对美国现在所面临的通货膨胀，都认为不可以忽视啊。而且对于美国相关的啊金融监管单位，还有这个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啊，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啊。芒格甚至于在访问中啊，很明确的表示啊，美国应该跟中国共产党学习。所以这个话出来以后啊，美国很多人呢、都觉得啊很难接受啊。不管怎么样讲，美国总认为它是这个资本主义啊、市场经济啊最发达的国家，甚至于是全世界的标杆。啊，那居然芒格对不对哈？认为美国应该跟中国共产党学习啊，这是不可思议的话。而且芒格用的词汇是 communist
就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所以这个让美国很多的所谓自由派或者保守派的人都觉得很难理解。我们看看万明哥试着把这个访问的原文截录出一段话，先来看看芒哥怎么讲的。 I don't want all of Chinese system， 就是我不是要全盘接受中国的制度，中国的这个 Chinese system， 这个体制， but 但是呢， I certainly would like to have the financial part of it my own country， 但是我衷心的希望我的国家就是他的美国能跟中国在金融方面的一些处理的态度措施学习或者借鉴其实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对不对？包括现场访问他们的记者都觉得很惊讶这个访问他们的两位的记者呢质疑的方式也很直接。中国这么好吗？那前一段时间他们为什么把马云所创建的蚂蚁金服要 IPO 这个事情呢突然喊停这个在美国资本这个市场里面觉得蚂蚁金服这个高达370亿美元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案，一旦这个能够上市成功的话，将是资本市场一个伟大的成就跟盛宴虽然蚂蚁金服当时上市规划是在 A 股跟港股，没有在这个华尔街但是呢，整个全世界的金融界对于蚂蚁金服 IPO 这个事情是抱持的非常高的这种期待因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是高还要更高今天这个蚂蚁金服超越了亚马逊，那希望明天呢又有一家公司能够用更新的金融创新手段呢创造更高的这种价值但是芒格老先生呢毫不客气的回答这个记者，怎么回答呢？他首先呢用一个美国非常毒辣的一句话这个美国人批评的时候这个人有很多俚语他怎么批评马云呢 ？To hell with you！ 见你的鬼大头！见你的鬼！就是指马云还有他的蚂蚁金服To hell with you！ 见你的鬼！这个话对不对哈？其实听起来就非常的不友善芒格认为马云搞这套东西他根本就是乱七八糟胡来为什么呢？芒格认为银行或者金融体系这是一个准国家的行为，就是在金融系统中的金融机构在自由市场中强调的是民营企业蚂蚁金服也是一个民营企业，但是他所做的业务银行金融的这个业务呢是有国家行为的只是国家建立了一套信用体系，然后交给这些民营的金融机构去落实去执行，那么国家站在监管的立场，能够让国家或者说这个社会这个体系中的金融体系运作自如，有助于经济发展跟改善老百姓的这种生活但是呢这个芒格认为马云在蚂蚁金服 IPO 的前夕对中国的金融体制出言不逊讲了很多不恰当的话这个芒格认为马云那些话比如说说中国的银行是开当铺类似这种的说法呢，其实就是活见鬼，就是根本不懂然后装懂意思就是希望监管机构把那只手那只监管的手移开，让他可以为所欲为。芒格认为马云的这种说法是绝对不能被允许放任的所以他接着呢用了一个术语去强调这个蚂蚁金服是搞什么呢 ？You are gonna do it, Sony Son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小鬼就是芒格指马云就 Sony 就是你这个小鬼你做的事情。他用了一个这个程序员这个行业中的一个术语Gonad就是你的做法在金融体系根本就是一堆垃圾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创造一场金融盛宴啊，让参与的人呢，对吧，能够在这场盛宴中得到获得难以估计的暴利。巴菲特跟芒格两个人呐、这个合作了几十年啊，这个看法啊，其实如出一辙啊，大家都彼此心仪，也非常有默契啊，所以巴菲特替芒格去解释他的这段论述。巴菲特认为在他的经验上个世纪1930年代大萧条以后联准会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先后调整针对美国金融环境或者市场行情的变化做了23到24次的这个所谓杠杆率的这种调节。金融市场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呢，联准会呢就允许提高金融机构投资的杠杆率，但如果市场过热的时候，那么就要降低杠杆率让市场保持冷静，不至于出大纰漏这个巴菲特跟芒格的意思都是认为政府应该善尽监管的责任但是他们两个对于现在美国金融市场所弥漫的一种气氛觉得难以接受。难以接受是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投资人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断的歌颂这个自由市场的伟大，但是我们现在包括投资人，包括金融机构，包括监管的这些主管机关，却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市场逐渐变得更疯狂。但这个过程中，芒格跟巴菲特都认为中国采取了一种防范未然先发制人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在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会过热的这种状况之前呢就采取了一些防范这个防范包括暂停蚂蚁金服 IPO 这件事情所以芒格和巴菲特都认为中国政府做得非常对美国政府其实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应该像中国政府这样应更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来当然在这个芒格在这个访问过程中还推崇了中国的这个扶贫政策还有这个抗疫中的这种表现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都责无旁贷的担负了起他应该做的这种事情芒格跟巴菲特的说法其实对许多投资人来讲，万米哥认为是这个当头棒喝因为很多人都总觉得中国的股市或者 A 股表现得太过于温吞不像美国的市场这个大牛市长多头不管是在这个持续力或者爆发率这个表现上都遥遥领先中国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国与国之间或者体制与体制之间的竞赛不应该用一致的标准或者一样的标准我们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现象其实对不对它的意义或者说结论是不一样的万明哥经常在讲说以中国资本市场或者股市的发展其实还不是很成熟特别投资人对于承担风险的能力普遍明显的不足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政府从监管的角度愿意对保护投资人做更多的事情其实不是一件坏事情对于国家社会政治体制的稳定还有长期发展来讲都是一件积极的可以被肯定的事情那除了芒格跟巴菲特以外美国还有一位金融界的大咖这个劳伦斯·桑默斯劳伦斯·桑默斯是美国前财政部长在奥巴马时代特别是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金融海啸的时候他跟 Bernanke 还有当时的美国财长盖特纳形成这个所谓的铁三角对于稳定当时的美国金融形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之后呢他又到哈佛大学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表示这个人的声望还有这个学养是受到大家的肯定当然他后来要问鼎这个联准会主席的时候这个马斯前提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在美国金融圈里头讲话都是掷地有声的他批评什么呢他认为美国现在通货膨胀
跟房地产出现的过热的状态，但是呢面对这种过热的状态，联准会还在添油加柴，让这个已经走偏的市场更加的疯狂。我们看万明哥替大家找到的这一张图是去年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后随着这个联准会采取了超级量化宽松政策以后，为了对市场应付为了对市场挹注更多的资金联准会不断的去买什么呢 ？MBS。MBS 是什么呢 ？MBS 啊，就是房地产按揭贷款，也就是抵押贷款所衍生出来的债券跟商品就是美国的民间的或者说建筑公司他们呢为了这个推出他们的建案同时呢提供买房的人这个按揭贷款就是抵押贷款然后再把这个抵押贷款呢透过金融衍生商品的这种操作包装呢变成另外一个投资商品放到投资市场中供投资人或投资机构去购买联准会为了呢对不对能够让它的这个流动性溢出到市场里头来不断的在加码买进 MBS。这个结果呢就会让美国更多的这个所谓房地产这个企业或者经营机构有更充裕的资金把这个房地产推向高峰。你可以看得出来即使在2021年今年上半年联准会这个每隔一段时间会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呢看这个周线它的表现还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就是从沙默斯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房地产已经涨成这个样子了联准会至少应该对房地产采取一些冷却的做法你不应该再去买 MBS 因为你买 MBS 买的越多的话，房地产的这个衍生商品的价格更高那相对的房地产公司发行这些 MBS 的话，它可以取得更多的资金这些资金呢可以去买房子，可以去炒房，可以去买地，可以去推出不同的这种新的这种房地产建案对于美国市场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都知道到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年成长已经高到了5%但是房地产的涨势比通货膨胀更加的这种凶猛表示整个美国的经济都出现了过热的状况。我们可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联准会采取超级量化宽松之后它所拥有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这个所谓资产紫色的部分这个蓝色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美国的国债那么橘色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 MBS 那绿色的呢是其他的这个资产也就是说联准会实行量化宽松其实最主要的两个工具，第一个就是买美国的国债，他买的越多向市场投放的钞票也越多，另外一个呢就是买 MBS 按揭贷款的这种商品跟债券这个结果呢就是让市场的水已经很多了还不断的在这种增加，那当然这个结果呢就会造成所有的商品在这么宽裕资金的这个支撑之下呢水涨船高，就加剧了通货膨胀。我们再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万明哥试着把几条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黑色的这条线就是美国现在的房地产指数来到了250在金融海啸之前呢大概是220也就是说美国立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房地产危机就是发生在2007年到2008年的次贷风暴当时呢就是许多这个金融机构把不良的这个所谓房地产贷款的这个资产呢包装成商品投放到市场中，但是现在就房价指数来看已经超过了2005年的这种表现。那另外几条这种所谓黄色跟蓝色的线呢反映的是美国房地产在不同期间
它的涨跌幅，最新的到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美国的房地产这个涨幅已经来到了 14.59， 这个 14.59 跟历史的记录比起来的话已经接近到最高峰了。所以房地产过热，最近如果投资人有兴趣的话，看很多外电的报道也都不断的在讲美国的房市涨得实在太凶了。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房市的调控手段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这个央妈在释出流动性的时候都采取定向宽松的方法，就是我要把这个钱呢弄到实体经济，弄到企业手上，不允许这个钱呢非法的或者不当的流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这几年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对于房地产这个市场基本的态度跟政策，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以绝对不允许房地产出现这种暴涨的状态。希望在房地产市场过程中能够维持刚性需求，但是对于投资性的需求全力打压。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国前七十大的这个城市房地产的这个增幅价格增幅大概都在1%在2%，甚至于还出现负的这种状态。因为房地产如果出现暴跌的话，其实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那出现暴涨的话会影响到一般老百姓的生活。那美国人现在就是这样，一般人要买房子越来越难。这个跟20年前、30年前这个比起来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万明哥记得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在美国住了大概一个月那时候美国的房子真的很便宜，30万美金就是这个独门独院，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甚至于还有这个游泳池，而且是在美国加州是在美国最贵的一个地区这么好的房子交通各方面基础设施都很方便，30万美金。但是现在呢这个万明哥有一个朋友大概是在2008年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当时他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买的比较好，花了140万美金，前段时间他跟我讲已经涨到了450万美金，涨倍三倍多他说当初他买房子的时候都不敢抱着这种期待因为去美国移民买房的时候呢只想到追求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没有投资的目的。但是现在没想到房子居然长成这个样子。我们再看这张图这张图呢上半部是美国整体房地产的涨幅，万明哥讲到这个目前呢已经来到了这个 14.59， 但是前20大城市这是美国主要房地产的集中地呢，最新的价格呢涨幅年涨幅已经达到了14.88%可以说是2005年以来的最高峰但是跟2005年的最高峰也只不过差了一点点如果突破15%的话，那就创了这个历史记录这个结果呢就完全改变了美国人对于资产，特别是美国家庭对于资产的认定美国家庭过去就像万明哥讲的，没有人会去投资房地产的啦，房子真的是拿来住的啦。但是现在呢，一堆的这个投资机构、金融机构都进入到房地产以后呢，房地产价格虽然涨了，但是呢，买房的难度越来越高。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很简单嘛，这个美国这个金融市场。有一堆人因为流动性的增加而获利这个通膨或者房地产或者股市的上涨虽然呢这些学者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市场中很多投资人、投资机构甚至于银行都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赚取巨大的利润。也就是说这个现象符合许多既得利益阶级他们的需要但这个问题就大了，你这个所谓既得利益阶级是不是可以代表全体老百姓的利益，这个
部问题。我们万明哥在看美国最近发生的一个新闻，大家都知道拜登上台以后积极的推动所谓基础建设，提出来的规模呢是2.3万亿美金，但是上个礼拜呢两党协商以后呢，把2.3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呢一下子砍成1.3万亿，几乎砍了一半。那其中呢，万明哥画了一条这个红框框，对于新能源车拜登提出来的这个基础建设方案里头呢，本来是高达1740亿美元，但是呢两党国会这个协商的结果呢减成150亿美元，就是砍掉了90%几。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其实很简单，这个结果一看就知道，绝对是美国的石油业者、能源业者他们这个透过支持他们利益的这些国会议员或者政治代表动了手脚所以拜登要发展美国的新能源车这个政策是没有错的，但是要执行的过程中碰到了利益团体他们的阻挡这个就是万明哥经常讲的，美国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他发现他有问题要推动改革的时候困难重重，因为许多既得利益集团会出面阻扰。我们看这张图万明哥试着跟大家回顾美国的历史这个左边这个人呢叫做汤马斯基米利，汤马斯基米利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化学家这个人是一个天才这个1911年他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100多项的发明专利他本来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后来毕业以后呢到了通用汽车去工作因为到通用汽车工作的结果呢，他就把他的重点移到了能源跟化学所以在1920年代的时候汤马斯基米利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四乙基铅，四乙基铅是一种添加剂是铅化合物添加剂，这个添加剂呢如果加到汽油里面可以增加汽油的爆发力跟燃烧效率就是说车子开起来不但更省油，而且呢这个引擎的这种运转呢会让开车的人得到更高的驾驶快感所以大家可以发觉这是当时四乙基铅推出来以后的一个广告但是呢当时的化学知识已经知道了任何的铅化合物都含有毒，所以你在汽油里头加上了四乙基铅以后呢，明显的虽然这个开车或者燃烧的效率提高了，但是排放的空气中毒物也多了，而且这个毒物呢会造成人过度的亢奋甚至于形成铅中毒所以这个四乙基铅刚开始建厂生产的时候，因为保护不当曾经有工人在开工1个多月以后就中毒身亡了但是这个事情爆发以后的美国化学学会通用汽车公司跟当时生产四乙基铅的这个所谓标准石油公司都把这个消息掩盖起来了，不让人家知道，而且捏造了各种报告认为四乙基铅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这个生产四乙基铅的这些汽车公司、能源业者甚至于把四乙基铅改了名，把这个铅跟这个四移掉了，叫做乙基希望借这个方式呢，能减少这个消费者的疑虑。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也就是说，四乙基铅用了50年以后，美国人才终于良心发现，联邦政府订立了法律，禁止使用四乙基铅，禁止在汽油中添加四乙基铅。万明哥认为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会这么做，他绝对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他一定是发现其他更好的添加剂能够取代四乙基铅所以他才会禁止使用四乙基铅。你就从这个历史事件你就会看得出来就美国这个所谓强调自由经济这个资本市场异常发达的国家这个整个体系里头对于资本家对于企业特别是对于行业中大巨头的保护是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这个就是美国的体制跟中国体制最大的差异。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